然后我们再看到一个最后一个组合模式。这个组合模式呢，和我们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有门面模式有点像，说像什么呢？前面的我们的门面模式是将不同的东西组在一起，形成有一定的功能，对不对？那么组合模式就是将同类型的东西啊，是一样的，同类型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功能啊，组合模式。那什么叫同类型的东西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坦克啊，哎，我们这个 Unity 第一周是不是就讲了坦克呀？那么坦克它是不是分为车身，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叫 body 啊 ，car body 啊，还有它的引擎什么 car engine 啊，引擎啊，还有这个 car 的炮台，对不对？比如说炮台我们叫built 啊，子弹啊，炮台等等啊，当然它有很多很多这样东西组成的，有引擎啊，有身体啊，有炮台啊，啊，那么你想想，这个车是往前走一步，是不是所有的物体都要往前走啊？你不能说你四个轮子往前走了，车身还停留在原地，那不是分离了，对不对？你腿和身体分离了，啊，那不就形成这个灵异现象了吧，对不对？啊，车身往前走了，啊，或者说你车身往前走了，啊，轮子还在那儿，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不对？那么是，那么底层怎么算的呢？底层这个 Unity 底层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往前走，哎，你就是不是将所有的东西放到根骨骼里面去啊？啊，就放到根骨骼里面，好，就比如说这样，哎，我在这儿创建一个。哎，这个是我们的坦克，然后车的身体啊，比如说这个是 body， 好，然后 body 下面还有轮子，轮子怎么说的？啊 ，wheel 对吧 ？wheel， 当然，那么你行走的时候。是看到轮子在转，那移动的是谁啊？其实移动的是不是坦克这个根骨骼呀？移动了根骨骼，这下面这两个物体是不是要跟着一起移啊？那么实际上底层是什么呢？底层的算法是它成了这个矩阵的，父类移动了以后，这些子类都会成于父类的矩阵，因为父类移动了，那么子类也跟着移动了，都是矩阵相乘的，啊，底层的移动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只用移动这个根骨骼，它后面的子类啊都会移动，啊，这才是啊，就以移都要移，这个动一发而全，那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就这样的，啊，所以形成了向前走、向后走，那么所有的东西都往前走，向左走都向左右走，啊，这一种你看到将同类型的东西组合在一起，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就用，如果不用这个 U3D 的引擎。哎，我们自己实现这个东西怎么实现呢？比如说我们叫这个叫组合 combine， 哎，我们自己实现这么一个过程，combine model。好，那么我们想了同类型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肯定有共性的，所以第一步我们就需要 combine base， 哎，我们要有基类，同类型的东西，又有基类，啊 ，base 类嘛，啊，第一步它需要干嘛呢？它需要有向前走 ，walk front， 啊。你只要谁继承了我这个东西，你都有向前走的这个功能，比如说还有向后走 ，virtual void walk back，
向前走向后走啊，甲板我们就有这两个功能。好，那么你的车身体也需要坦克 body 就要继承于它 com 记那，然后是不是就要复写，比如走的方式不一样，那就要复写 overwrite walk front 啊。好，这是车的升级，假如我们还有坦克的引擎 engineer 啊，向前走，还有向后向前走 override walk front 啊，那么这个也给复制过来，向前走向后走。当然还有比如说它的炮台，坦克 build 啊，向前向后走。那么每一种走的方式都不一样，有可能你的引擎是不是要转呢，旋转自己，对不对？走的时候要旋转自己啊，就比如说它有个 transform， 还有共同的属性叫 transform public transform owner。好，那么有可能车的身体就是向前走向后走，就是 transform 啊，这个它就 owner 点 translate 啊，比如说向前走我们就 vector 3 点 forward 啊。好，那么有可能这个引擎你不光要向前走，你是不是自己还要转呢？向前要转啊，就可能就比如说是route 向哪个轴，比如说我是 vector 3点 up， 向这个轴上转啊，转多少转啊，错了，你说转多少就转，这个转30度啊，你这个向前这个引擎不光是要向前走，有可能还要发生这个转动啊，所以说这样就变成了。那么好了，这些不同的物体呢，车的引擎啊，车的身体啊，还有这个炮台，当然炮台也有可能是也是向前走向后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它不光是走，它有可能还会发生这个，比如说炮台也会发生旋转，所以每一个都会有不同的共性啊。那么好了，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坦克，所以说我们就要把这些同类型的东西放在一起啊，现在我们就形成一个这坦克。怎么样形成这坦克呢？坦克好，我把这同类型东西要放在一起啊，等于6啊，同类型的东西啊，同类型的东西放在一起，因为它的行动都一致，所以说我像这样的，我就会将这些东西都存到一个 list 里面啊，有同类型的东西啊。好，比如说我现在按了向前走 if input 点 get key code down key code 点 w 向前走，那此刻应该是向让所有的东西都存在这里面，所有东西都应该向前走，对不对？所以说应该就是来个 for 循环 f 小于坦克点 count。 好，那么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 walk front， 这样才对啊！你说你要向前走，是不是只要是坦克里面的东西，那是不是都要行动一致啊？都要向前走啊！用一个例子的把这些东西都存起来，我向前走，所有东西都调用向前走的动画，
啊，你看看呢？那么所有的这个，你看这存到这里面的炮胎也会向前走，这个引擎也会向前走，波底也会向前走，而且走的姿势还都不一样，比如说将同类型的东西，都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功能。基本上，你按照只要按照同类型的东西，你都按照这么去写，应该没错啊，应该没错，是吧？这就是我们的组合模式啊，将不同的东西形成了一个，是吧？形成了一个整体，坦克整体，将这么多分散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还要添加的，点 A 的，第一步是车身。body，temper body 等于六上，好，将 body 给添加进去，等等等等，就跟我们的贪吃蛇一样，这个是坦克引擎，temper engine。还有，当然还有这个它的炮台，temper built，将这种东西都存在这里面了，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整体了，要移都一起移啊，都向前移，要向后走都一起向后走，这样就形成了固定的功能了啊。这种就是组合模式，我们这个还有今天我们再讲一点点这个，再讲一个比较实用的，让大家再理解一下。好，那么假如我们现在有这样的需求，现在学习了这么多设计模式，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我们再讲需求，同学们。那么所有的东西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老师学了这么多设计模式，我们该怎么样用呢？是吧？一共讲了这么多，该怎么用呢？那么其实就可以总结出来，是有规律可循的。怎么样可循呢？我们就把一个游戏，我重新画一下，一个游戏，game，好，这个 game 肯定，应该有很多的管理器，我们用另外图画，比如说 UI 模块有 UI Manager，编辑文，比如说叫 UI Manager，好，然后我们的这个每一个模块是一个管理者。每个模块是管理的，比如说我们播放粒子特效，应该有个粒子特效的 particle manager。好，再比如说我们 DB，是不是有一个叫 DB manager，数据库的管理器？什么东西多了就应该有个管理器。就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数据库，还有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是 NPC。NPC 也非常多，那么就应该有这么 NPC manager。好，再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这个数据库 BB，比如说 socket 网络通信有 net manager 吧，网络管理模块。等等等等，那么一个游戏我们后面。会教大家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怎么样去封装啊？会教大家，大家不用担心。我这地方先举个例子那么好了，这个东西要播放一个东，比如说要这个玩家要播放一个大招，该怎么处理呢？玩家放大招，这个过程该怎么处理呢？第一步，我们说玩家第一步是他需要播放动画，对不对？播放动画。第二个，玩家需要播放，玩家需，
这个 NPC 需要伤害，对不对？伤害计算。第三个是过程需要播放一个播放粒子特效。第四个，这个还要播放音乐。好，那么其实我们就来看，那么这个地方就应该还有两个管理器，哎，还有两个管理器，叫，哎，我们叫音效管理器，比如说叫 Audio Manager， 然后还有一个叫 玩家，我们叫 Player Manager 吧。Player Manager， 好，那么这个过程我们该怎么样做呢？其实第一个，如果这事情把集成一个方法，一个应该这么集成，应该是播放一个动画，应该是 Player Manager 点 Instance 点啊 Play 某个动画 Play Animal 啊，你传个参数进去，比如说播放一个大招。Big attack。好，那么 NPC， 那么这个地方就应该播放伤害，应该是 NPC manager 点 instance 点a， 这个比如说是 reduce blood 啊，它需要计算伤害，然后播放音效粒子特效，应该叫 particle manager 点 instance。点这个 play 某一个啊粒子特效，好，然后播放音效应该也是这样的，叫 audio manager 点 instance 点 play 某一个音效啊，把音效的名字传进去，那么整体的流程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哎，我们就将什么呢？将整个游戏分成了这些每一个模块，每一个模块的管理者，他就是一个单例，啊，总的游戏入口是他，啊，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模块有个单例，说白了，就单例用在什么地方呢？总结一下，单例是不是用在管理器上啊？啊？用在管理器上面，就是好比我们班长，哎，只有一个，这样唯独有且只有一个东西，啊，这就是管理器，啊，那么像我们 Light Manager， 它就是一个管理器 ，UI Manager 就是一个，只有一个，